各位，这个地方是一个对少女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诱人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呢？我们看就知道了。他居然跟韩国人讲中文，还是他会中文啊？这个地方啊，这是林太太最爱的一个地方啊，丽莎跟卡斯伯嘛的专卖店。好，我们找了很久，终于在韩国禅寺这个地方找到了。哦，它这里有大量的它的卡斯伯的跟丽莎的所有的相关的东西，包括杯原子。各位看一下，这个是卡斯伯的。我指引去那里结账，我跟他说我还要继续买，他跟我说 OK， 他听得懂。这个是。啊，可爱，你看他可以这样。这个是卡斯伯的杯原子，来。多买几个。那这个嘞？这是丽莎的什么？这就是站着的吧？它可以讲话吗？它好像是杯盖。哪有杯盖那么小？那个应该是杯盖吧。然后哇，你看这个杯原子，哇 ，so cute 呀！你看这个，这什么？哦，书签，书签。哎，这个是什么磁铁啊？这是书签哎。哦，我要买，短买一通。他终于来了韩国的第三天，终于爆发了，呵呵，完全爆发了。好。哎，我这个多买一点回去卖完。啊，他没有篮子哦。他没有篮子啊。各位虾皮的朋友有好康了。可是我不要买太多，因为这个一个还蛮贵，我怕我买回去没有人要跟我买。应该是不会了。然后这个地方，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所有人的。好，哦，这个应该是我今天讲我哟。啊，哦，这应该是许愿卡之类的吧？那这个地方基本上其实没有很大，卖的也都是他的一些相关的东西，什么娃娃啊、文具啦，啊，就是基本上对我的这个中年大叔来讲是不构成任何的诱惑力的东西啦，但是对林太太这种小朋友来讲呢，她来到这边就已经感动到腿都软了。好，那这里除了小卡以外，我个人觉得以实用度来讲的话，应该是现在这个熟女手上拿的这个是超好用的，超实用的，它就是直接套在头上的。好，它有分两个款式，然后你可以直接把这个套在头上。套在头上，但如果头太大，我没有办法装不下去，想说算了，可以当套在头上，然后可以当围巾，当围巾使用是还蛮特别的。好，大概就这样子，顺便弄娃娃啦，这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那个东西娃娃，啊，这个也是娃娃哦，还是会动的，哇，好厉害，好了。这边是乐天百货，乐天百货的上完，还有行李箱哎，哇，这个各位少女，禅寺的乐天 B1 才有。好，那我们看一下林太太现在逛的怎么样了，失心疯了多久啊？没有篮子拿是很痛苦是不是？啊，感觉你整间店都要把它扫下来了啊。好。我在那边一张一张拿，这边有整套的吗？嗯，啊，没有，你白痴，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再交代一次。哎呀，好，好了，那其实我该介绍的也都介绍完了，这里大概就是长这样子，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吸引我的东西，但是他每一个都想要。哦，如果哈，这个时候呢，恨自己赚不够钱。不然的话，整间店他妈的都把它扫下来了。啊，好，我是恨我自己没钱。啊，那我们就让林太太继续逛喽。好，没有手没关系，他就拿你拿得动的就好了，好不好？好，好，好重啊！拜拜。林太太现在在忙她的事情。那既然来到了丽莎跟卡斯伯的展览，我们当然也是要写一下，在这边贴在整个墙上。各位看到整个墙上这边全部都是许愿卡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当然我们也不例外哦。今天我也难得提笔哦，就随性的写了一点小东西给小卡片给林太太，她已经写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找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把它挂上去好了。好，那大家经过的话应该是这边外面会比较适合。好，那我们就放在
这个展区的上面这个地方，等我一下。所以各位如果来这边看这个卡士博的时候，你们就会看到荧幕后面呢有一个非常低调的用剪剪成五挡哭我卡门拳头上可以站的胳膊上可以跑马 哦那个背还写错，写成歌圣胳膊上可以跑马，大口吃肉，大碗喝酒，哦，这是我们的挡哭脑卡门。然后我们这旁边是高颜值的金城武哦，好，各位来韩国必留下痕迹啊，女人忙他们的，我们男人就忙我们的。好了，好，赶快赶快，不要让林太太看到。好啊，他还在那边啊，怎么样啊？玩的怎么样啊？那老婆，嗯，啊，行动电源呢？我刚弄了一个不错的东西，写了一个很温馨的小卡片，要不要来看一下？想说就放在比较显眼的地方让大家看到。这个吗？这个不是呀。为什么我是挡电源？挡哭脑卡门。拳头上可以站人，胳膊上可以站人。我也要写。哦。乱写。好烂哦。你有拍照吗？有啊有啊。我刚进会场，那谁画的那么丑啊？结果是你。有有。啊。哦，有没有感动？啊，有比之前求婚进步一点点吗？我怎么走完嘞？是什么东西让林太太如此的兴奋呢？原来这两只狗居然真有其人啊！啊，哇，好短哦！它其实身高不高哎，它找来的里面的演员太辛苦了吧？哇，那真的，如果颜色换了一下，很像柯基哦。啊，林太兴奋了吗？哇，这个真的是。他真的手短脚短的，下去进去进去。好，没关系没关系。哦，原来是那那路 C 啊，好好，没问题。哦，这叫我叫你莫森呢。你有帮我拍照吗？有，我手机。用我的，用我的。好好好，好来。好，进进进进去进去进。好了。快点，快点！来哦，看这边，一二，然后再一次，再一次 ，OK， 看这边 ，OK， 好，可以，可以了 ，OK。好好好，多包一点，多包一点，多包一点。好，好，好，好 ，OK， 好，可以了。哦，哎，抱我妈妈，抱刚刚有点激动啊，抱我也没抱得那么激动啊，啊。啊，送啊送啊！哎呦，我囡仔笑到安尼啊！啊，好了好了，再拍一次对。啊，真的假啊？真的假啊？你先看一下照片，满不满意吧？啊，这个都可以。好，我再拿一点点。好好好，那我负责一下。这是暴发户今天的所有的内容，大概就是这样子。这个相册的灯大概就有这么多。懒得算了，好，然后呢，还有他的杯原子，杯原子跟磁铁，还有明信片，对，这就是我们林暴发户林太太今天来这边失心疯买的样子。但是不要担心，她并不是乱买，啊，她只是啊有一些呢帮亲友买回去，就是送亲友的，然后有一些是啊可以在虾皮上面把它卖掉的。好，啊，赚一点小小旅费啦，啊，失心疯了，疯了疯了，哇，这个灯真的太屌了，这个灯真的太屌，到时候会跟各位介绍，这个灯很帅。他买完了，哇，谢谢 ，OK， 他买完了，整袋大概就是长这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呢，要求我这样看不出有多少，但是你一提你就知道它有多重了。这个最少哇，这个最少有五公斤吧，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哎呀，有一个很重的东西，这个一定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各位，就是这个书灯，这个书灯
超重的，它看起来是一本书，但是呢，当它打开，好，当它打开以后呢，它就是一个灯哎，它是一个桌灯，你可以放在你的家里的任何一个角落。哦，它是可以，哦，表面上没有，平常合上的时候它是关灯的状态，但是你当你一打开，哇哦，没有，晚上打开书就有灯光跑进来了，你看多嗨啊！哦，因为这样子。真的会关得紧紧的哎，不会很对啊。OK， 好。OK， 所以林太太是新丰买了一大堆。OK， 好。